你表面上是在提高我的知名度，可实际呢？我难道不是为炎夏铺路的一块垫脚石吗？我问你，D.I如果真的上市了，你会和我结婚吗？ 我要让夺走我一切的人都付出代价。墨尘，你能帮我吗？我可以帮你，但你就不怕伤害到丁文笑吗？伤害？ 会比他伤害我的身吗？灵山，你终于和我站在同一阵线了。你认为穆灵山会辞职吗？有可能不会。那你的计划不是要胎死腹中了吗？现在就缺一支强有力的催化剂。 我不想因为我的原因去破坏你跟穆总监之间的感情，你真的觉得因为公司的利益去失去你的未婚妻值得吗？行了，我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。你不是不想，是你逃避你内心真正的感情。你真的觉得你很了解我吗？啊？你真的以为你懂什么叫感情吗？对，我不了解你，但我知道你并非外表看起来那么冷血。够了。 爱一个人是理解，是包容，而不是伤害。够了！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个问题。你只需要完成我交代给你的工作就可以了。丁文笑，我也是有底线的人。如果你触碰我的底线，我言下绝不会妥协。 如果你可以立刻回到 DI， 那我愿意马上跟 DI 解除合同。别用苦肉计来装可怜，你这样做是想让文笑更恨我吗？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你了？你休想背着我继续跟他搞私情！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中你的计的。让文笑换掉我的设计，而你站在世界的舞台上，代替我享受 DI 的一切。 然后成为文笑的另一半，是吗？穆总监，我跟你说，我一定会戳破你的谎言，让文笑看清楚你真面目的。